读报实验班是什么啊？是以实验班方式推广读报教育，提升孩子阅读写作能力，关心偏乡学童的学习落差，培养时事认知、社会关怀等素养，成为优质好公民。如果对读报实验班还有不懂的地方，接下来请有相关经验的教师针对以下问题来为大家解惑分享。小朋友没兴趣怎么办啊？可以先从漫画版开始，再去深入其他版，有国际、故事、艺术、科学、教育等等，久了就会产生兴趣哦。会不会没有时间读报纸啊？不会不会，我们可以利用晨光时间，或是与学科内容结合融入，也可以在下课时间阅读，养成读报的好习惯哦。那我该怎么教小朋友读报呢？可以参考贵日报贴心的读报指南，也可以参加读报研习，或是看看网络上资深教师的经验分享。最简单就是运用循序渐进的方式，先引导阅读，培养兴趣，再来是结合教学。改变就从现在开始， Just do it, just read it， 不要害怕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停下脚步，快加入，加入了就不要停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教师的引导很重要，同侪的氛围不可少，给予学生更广泛、更多元、更立即的阅读内容。国语日报是您最佳的选择。读报实验班，欢迎您的加入。